忙。兄弟啊，想你了，你在哪一个呢？还好吧，也不说主动来个电话问问这边咋样了。兄弟啊，放心吧，我在这一个呢，挺好的，过年我就回家来了，你就等着瞧好。为什么你要说说离开，还是在小时候玩的玻璃球，还有你最爱喝的那茶。其实我每天都想想，也都想往家里打个电话，外面的日子也闹心巴拉，在这旮旯我也贼难想象。兄弟啊，说主动来个电话问问这边咋样了。兄弟啊，放心吧，我在这一个呢挺好的，过年我就回家来了，你就跟着找好好吧。谢谢，一首《兄弟想你了》送给大家啊！